的选择是小猪。恭喜小猪！我觉得只有你可以拯救现场气氛。你刚刚那个 VCR 太诱人了，躺着也能瘦的小游戏。那等一下顺便教教我们其他正妹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来我们挑战 VCR， 在床上躺着玩的塑身小游戏。我是小猪，小猪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游戏瘦身操。什么样简单的游戏可以加入瘦身操里面，可以让你玩乐又顺便瘦身呢？等一下你们千万不可以偷懒，要跟小猪一起做哦。教学开始，剪刀石头布，轻松练腹肌吧 ，Go！ 首先呢，就身体躺平，然后脚伸直。然后剪刀石头布，顾名思义就是剪刀石头布。那我们开始咯，剪刀，然后石头，然后布，剪刀，石头，布，剪刀，石头，布。第二招，鸭子踏水。首先我们要把身体打直，然后手伸得越长越好，然后松心，屁股夹紧，脚就像鸭子打水一样摆动，开始喽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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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这个动作运用到我们的屁股的肌肉，还有我们的大腿肌，然后我们摆动的动作呢，就是要锻炼这两个肌群，让你的屁股可以越来越结实，不会松垮垮的，有没有感受到啊？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，就是小猪的舒缓操。每次运动完一定要做舒缓运动哦。首先呢，先让你的屁股对准墙壁，让你的腿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然后每天这样抬腿抬个十分钟，在酸的时候就可以摆下来，然后按摩它，捏捏它，揉揉它。做完了舒缓操之后呢，小猪还有一些贴心小叮咛哦，就是每次运动只要适量就好，然后一定要让你的肌肉休息，充分的休息，因为过度的运动没有充分的休息的话，反而会让肌肉变得更加硬更壮哦，对身体反而不好，会感觉更疲惫哦。接下来就回到棚内一起玩玩看吧。刚刚看完这影片有没有心情回复一下？看到你喜欢的东西变很好。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。你最喜欢哪一个动作？你想要瘦哪里？他刚刚剪刀石头布一出步我就。你说用脚示范的那一部分吗？我刚刚我真的很怀疑我自己花了四分钟很认真的看完，他在那边尾后拦。就是你就觉得他这样真的可以瘦吗？真的可以，因为女生的肌肉很少动到的。哎，怎么有垫子？好巧啊！好巧啊！小猪呢？小猪，每次都好。好，欢迎小猪。欢迎小猪。小猪，你平常瘦身的时候，你不要看我这么近啊！你那个平常瘦身的时候都穿这样子吗？就是在家里啊。小猪，我想问你，你原本几公斤？最胖的时候？快六十。快六十？那现在呢？超瘦的，现在44。觉得哪一位现场哪一位正妹很需要？觉得他需要跟你一起做健身操？需要跟我一起吗？对对对，差了一点点。哎，阿喜，你刚刚是不是说你要做？阿喜，你假装在旁边。Hello， 你这个健身操一跳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敖犬马上去里面按赞。瘦身甜心小猪遇上搞笑女神阿喜，床上瘦身小游戏准备开战喽！小猪，你 OK 吗 ？OK。好的，加油！怎么都没有问我？你 OK 了吗？我好了。你感觉肌很硬的，要舒展一下。要伸了。好的。小猪，请先教剪刀怎么做。剪刀是这样。哎呦！等一下。阿喜是几岁了？好重啊！阿喜很有障碍，不擅长拿扳子。他剪刀坏掉了。接下来抱起来，石头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。哦，
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不，不，哎呦喂，哦不，哦不。搭配音乐吗？准备啊！那你要喊七八，剪刀石头布啊！好厉害！阿喜，桃花！而且小猪好可爱，好容易满足哦。我觉得，我们让敖犬玩好了。我觉得他要不要试试看？可是我想玩黑白配。太难了。好啊，那可以吧？可以，那少配吗？还是用脚配？哦，用脚配。要搅配，阿喜，哎，阿喜没事吧？好黯然的退场，不要出去啊！准备黑白切，预备，一二三，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，耶！好厉害！我们来起来一下，拳王，拳王，谢谢，你很敬业。而且你以前有玩过这种游戏，很熟练啊，会突发奇想玩这种黑白切，这个我们大家都一起玩过，你干嘛推到我这里？我没有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玩的我都不知道。你最爱玩。你觉得他刚那段没下如何？我觉得很好，就逆转了这个现场的气氛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不然刚刚他还在讲说我要怎么办，我还要怎么听，我已经说了三次都没有用。我喜欢这个瑜伽，喜欢哈。你还有一个最后一次的选择啊。小猪带来的床上瘦身操果然是既有趣又实用啊，在这里给你拍拍手喽。喜欢小猪的朋友记得到粉丝团给他按个赞啊。